亲爱的皇后啊，请问您吩咐小的有什么事吗？你说，十年前你不是告诉我你已经把白雪公主给解决掉了吗？她现在怎么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呢？什么？不，我确定，我真的有亲手将白雪公主推入河中。我不管，男人啊，快把猎人给我拖出去斩了！不，皇后，请再给我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，我愿意再次亲手将白雪公主